哀家，恐瀛州刺史莫千之已有异心，命儿前行秘密探查，待红与辉哥飞至，可传信矣。莫非比丘就是太皇太后安插在瀛州的密探？严令史，孙帅有信，城门口贩卖鬼仙吃百姓，情急为速速前去。该来的都来了，接下来我就表演如何吃人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 告慰神明，降下符旨，给我杀！太迟！没想到有一天你会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。睁开眼睛看看，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果真是你！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我没有栽赃给李凯瑞，至于李凯祥嘛，是我杀的又怎么样？他该死！ 那些愚蠢的百姓，他们死不足惜。你可知当千人惨死有多痛苦？怎么可能不知道？神都，有蛇。我要的银两带来了吗？我能早日安全离开瀛州城，你也就能早日安心了吗？银两我都准备好了，就放在瀛州密报，季大夫已死。 情况有变，那边还需四级耳朵。瀛州这才只是个开始，孤炮难鸣，攻其不备，才能一飞冲天。